9月19日下午，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校长南希·罗斯维尔一行访问清华，校党委书记、校委员会主任陈旭在公子厅会见了罗斯维尔一行，双方就推进两校师生交流和科研合作进行了探讨，并签署了两校双博士学位项目协议。陈旭表示，此次罗斯维尔校长来访，双方将共同签署两校首个双学位项目协议，共同培养更具国际视野的合成生物学人才，希望两校未来进一步加深合作，增进理解，也期待两校教师加强在教学与研究方面的合作，取得更多成果。罗斯维尔介绍了曼彻斯特大学的近期发展，以及学生联合培养、科研学术交流等方面的合作构想。他表示，两校在生命科学和合成生物学领域的合作取得了重大进步，此次签署的合成生物学双博士学位项目具有重要意义，希望两校未来不断深化合作，拓展合作领域，进一步推动和支持两校师生交流。会谈结束后，陈旭与罗斯维尔签署了两校双博士学位项目协议。